化妆的步骤是什么顺序？一、基础护肤。化妆之前要先进行基础护肤，具体步骤主要是洁面、化妆水、乳液、防晒，质地也是由轻薄到厚重的顺序使用。二、底妆，主要有四个步骤：妆前乳、粉底、遮瑕、定妆。其中妆前乳也就是常提的隔离。三、修容，修饰轮廓主要有高光、阴影、腮红三部分，这三部分没有固定顺序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习惯选择进行。四、眼妆，眼妆主要包括画眉、眼影、眼线、睫毛膏。四、唇部彩妆，唇妆一般是化妆的最后一步，为了妆容更精致，唇部更水润饱满，可以在涂口红前涂一层润唇膏做打底。